好不好吃？我还没有吃过，我还没有吃过。Shake 是那个我，这东西出来会不会给下播很大？Yo yo, what's up, everybody? 我们现在就在新加坡，然后呢，这一次的 video 非常简单，重点呢就是要怎么样成为新加坡人。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呢，非常简单了，就一定要找到当地呢最火红啊，或者是最厉害的人来带我们一起走。我们今天有请。我竟然说出那么有水准的话。OK， 好，来，现在来到新加坡呢，我要学几样东西，就是人家一看到我们过后呢，就觉得说，哇，这个叫我legit Singaporean， 是，当然没有理由，就我自己在做的啦，一定要是一个新加坡人来教我们嘛 ，Of course， 所以第一个要学什么东西了？我们第一个当然是要学那个语音嘛，对不对？语音 ，English， 我们可以用五个语言掺在一句里面，所以比如说， yeah. 比如说。等一下，我想一下，我头脑。好，我们先进入一下广告，我们再回来啊。OK， 所以我们的 English 到底是怎样的？我跟你讲 ，OK， 不要这样紧张，来到新加坡嘞，不要整天在那边学 English， 学 English 先。但是 English 要学嘛，如果不是我这样跟人家沟通，你要吃饱饱先才有东西想嘛，对不对？来，我带你来算命。算命。刚才明明讲，要吃饱撑就算命。我带你去吃 ，OK？ 新加坡，你有没有听过？煮鸡饭都可以煮到变成米其林 star。哇哦！它真的这样好吃吧？新加坡引以为傲的一间店 ，OK？ 米其林 star， 你没有答到我问题，好不好吃先？我还没有吃过，所以托你的福，我就带你来吃咯，对不对？ Okay. 来，就在我对面而已。哎呦，来，就这个啊 ，Hawker 蘸 soya sauce chicken rice and noodle， 卖鸡肉为主先的吗？还是以鸡肉为主吗？还是什么？亲爱的，什么是？亲爱的，都跟你讲是 chicken rice 哦，然后他会卖鸭饭吗？那米其林都是多少个 star 了？米其林有很多个 star 了，他是多少个 star？ 他是第一等级的第一个 star 啊。哇，所以又有新加坡很讲究 branding 的，对不对？是啊，只要有 star 就赢了。在新加坡最出名就是要 Q 的，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新加坡也要学一个东西叫 chop， 要 chop G H O P chop。这个厉害，这么多个，所以你一个体秀只可以。一个地数一个位置，我放在那里的话，真的是免费动的，没有人敢动啊，讲真的，尤其是这种，为什么呢？对，因为新加坡人很喜欢用这个地数嘛。如果你在桌上看到有这个地数哦，没有开过的，你不要以为是免费的，这是他们。哎，有免费，没有人家用，我懒得用，因为有些安定拿来用。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就了，看到吗？不是啊，你不是 job 啊，你不是 job 是吧？我以为你要 job 哦，不是 job， 不是 job， 这个讲我厉害，拿 bag 放在这里，而且这个 bag 很熟哦，这 bag 是我的啦，你早都在 job 了，看，我做这边没有，对哦，他只 job 一个位置而已，旁边的跟我做掉了，所以是没有用，你怎么不拿大一点的 bag 来？因为我是你妹。你放在这里放多久了？10分钟吧。10分钟都没有人动，厉害！新加坡人一流，安全。所以如果你看连地书放的话都可以没有人动，放杯没有人动的话，你放你整个喷出来也没有关系。现在也没有人动。是啊，来你放下看。不要了，还是你 try 你的啦。这里就是名不虚传的 Michelin Star 鸡饭。开玩笑，有粉丝。哎，粉丝之前先问一下吧。Hi guys, how's it going, guys? What's up? Hi. Are you guys from Singapore? No. No. When did you guys find out about this place? We found out about it earlier today. Earlier today. How is it so far? Is it up to your expectation of a Michelin star restaurant? Bunch of liars.
家讲好吃的，你讲人家来的。我跟你讲，不一定的。第一个地方好不好吃，其实你吃他的饭就知道了。脆脆的。有没有好吃？他翻的米是蛮好的米，但是还没有放牛油进去。还有个豆的，很少地方会有给。对。你们惊喜。它那个鸡呢，真的是有特别，因为它是，因为我们名字在里是烧，是烧的，所以它是 crispy 的，但是这个部位还是卤的，鸡还蛮 juicy， 真的很 juicy，所以你是真的是吃的 not bad。看一下它叉烧有什么酱梗，就叉烧，烧肉，就猪肉啊，废话，哇，是猪肉哎。还有蛋，就有蛋，就证实了 ，OK， 本来是很诚实的一个人。来，黄瓜，你吃一下。不是，他黄瓜真的新鲜。是的，他黄瓜真的不错。哇，真的是黄瓜。五块钱新币而已 ，OK， 很便宜。所以我说。五块钱买一个米其林呢 ，at least 你可以跟全国人讲说，哎，我来自过米其林呢，你吃过吗？其实呢，我要教你的是啊，是新加坡人的特征是什么？是，其实不是来吃米其林 star 的 ，OK， 嗯，新加坡人的特征就是，耗子讲哪里好吃，我们就去哪里排队。所以我就带你来排一下咯，如果你做优惠就可以了啊。拜托，我们不是吃的东西就是吃 ，OK。反正但是这个五块哟。要成为新加坡人，我们已经知道了。第一就是一定要会 joke list， 第二要去吃那个 Michelin star 的那个食物。然后呢，还有 English 你还没有想到，没关系，我们先支持他的东西先。吃饱了先，再慢慢教你。是，所以这一个是叫什么东西？这个呢就是我们招牌的霸臭米，是猪肉为主的。是，其实马来西亚没有霸臭米。我没有听过，我也没有吃过，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早餐很多阿姨都会选择吃的。是哦，因为便宜，有鱼、猪肉 ，OK， 有猪肉碎，有猪肝，有这个猪肉圆，有这个鱼饼，还有一个面。然后它汤底是红色，是什么汤底啊？这个应该就是放一点番茄酱啊，还是辣椒酱啊？就我应该它是没有很湿的，它是干干的，应该酱啊。你觉得这个好吃还是有煎面馆的面？2018年有煎面馆全国大胃王争霸赛。是啊，来吃一口。如果没有错，应该是放了番茄酱。是啊，有番茄酱。带一点甜甜，很爽口。然后它的面都非常 Q 的，对不对？是。这是我们肉挫面非常特别的一种口感。哎，真的。然后你看它的肉都很不吝啬的给你，很透明。对，而且有 QQ 的全部肉。哎，真的好吃哎！你是专利的呀？这比如说马来西亚人呢，应该是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对，真的没有。OK， 大家可以来试一试，这是霸臭米。我现在吃的这家是在Chinatown的，当然有很多其他间的，但这个哇 legit。下一个我带你去横行大道。嗯，横行大道是一个节目来的哦，等一下。OK 了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虽然在等着我们的那个食物要出来之前呢，可不可以先教我那个行程，现在差不多到尾声了嘞。所谓的 English 呢，就是它像英文啊，掺华文啊，掺福建话，掺印度文，掺马来文，什么掺都可以的。OK， 比如说I cut tall 啊，我国比较 eat so much， 买杂包羹啊。这就是 brother， 印度文嘛，对吧？对啊。I cut tall， cut tall 就是。cut tall 就是广东咯。广东啊。我比较。我比较 OK。Eat a lot with my 杂包。杂包是你的福建。所以你看，你什么节目什么话都有了。叫我教你一下，第一个字，瓜饼。瓜饼，是我。我病，你们有话痨，有话痨啊，跟话饼差不多。那为什么不能直接讲话痨呢？
因为我们喜欢用啊，扁啊。扁是什么字？你问我。对啊，你是新加坡人啊。扁是什么字啊？我很知道啊，扁是什么字？扁是中枪了，扁扁扁啊！哇，可能是哦。哇，中了啊，中枪了，是不是这意思？然后啊，我们很喜欢用。哇 ，very shake。Shake 是那个我。英国就是这个啊。你做完这个你会怎样？很累啊。啊？所以 I'm very shake 你。我变。Shake man。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可以教你那个，可是我教不了那个气质。是。你讲话变的气质。我变。我变。我变。我们要带多一点那种。傲慢，因为新加坡人烦，新加坡人很 stress 的，所以我们讲话哦很没有耐性这样。哇，表。OK， 好，这是那一个放射，放射是放射是大便，放射是大便。放射大便了，放射是什么？放射就是放飞机的意思。哦，飞机上。这个，哇，老贼闹鬼嘞，会闹鬼，闹鬼就是很丢脸。辣死的样子啊！啊，你们的辣死这样啊！哇，病 ！I so shy, I also come. You bounce, you 闹鬼耶！没有，我们没有那种，没有，你闹鬼！记住，下关很赶时间，所以讲话要快，快，这东西出来会不会给下关？不管我是打你，也不打我。然后我们还会讲另外一个字，就是 no link， 就是没有接到的意思，就是没有。I don't get what you mean. 哦，变。I so shake, I so come. You bounce, 闹鬼啊。You come is your problem, ma. I don't come is my problem, ma. No link. 但是如果一个人是讲笑话、冷笑话 ，I no link 啊 ，bro. 啊 ，no link 也是啊，我 get 不到你。新格力许可到此结束。我新加坡不是第一次来，我有听闻过 chili crab，chili crab 呢跟我们的所谓马来西亚的那个蟹也差不多一样嘛，我们就是很少了啦。但是这个是 chili crab， 而且这个在卖相真的是有哇哦的感觉，有哇哦到你，对不对？有没有像那个美国黑人那种 drag 的头发？好，所以这就是慢抖，对。然后第一样东西要做的就是祈祷师点那个酱来吃，酸酸甜甜辣辣，是它跟我们的那个甜酸的是不一样的。Oh yeah， 他们的螃蟹应该是斯里兰卡的螃蟹，是它完全不是那种看起来很大的那个屌屌，是。你卡出来，里面肉不多。Oh, you don't matter. Yeah, I don't know. Oh yeah, 是有 apron 的啦。我们有 apron 的 ，OK。哎呀，衣服脏了，回去还可以洗嘛，对不对？它的脚脚里面的肉呢，一定是很满的。这个是好料，新加坡的味道，酸特别嘛，对不对？辣。好蟹，厚礼蟹。所以今天呢，要非常谢谢 Jasper 啦，教了我们将准备带我们去米其林大的那个鸡饭，羊排堆，羊排堆，还有叫什么？巴托米，巴托米。然后呢，教我们再讲 English， 还有这个非常棒的 chili crab。我们希望下次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带你去走一走。你是教我怎样做一个道道地地的 KL 人啊？谢谢 Jasper， 耶、yeah! ！喂，记得叫我们 subscribe 吧 ，subscribe 吧，你啊 ，subscribe 吧，快说 ，subscribe 吧。